你感觉我是什么款的人？你想怎要一直叫我小阿姨啊？全全安尼叫，我就缀伊叫啊。小阿姨，你莫误会。你敢有感觉对爸囝出去了后，就变啊怪怪？我就一直足烦恼，讲是不是因后雷卡着了啊？你换车换。阿丽，我就知道你无死。你今麦是精神还是你要做梦？你搁徛伫遐创啥？你回来啊！大嫂，大兄已经死了，哪有可能再来看你啦？哎，查理，你为什么搞到我是想跟你害死？你紧跟我讲啊！小萱，我的好太太，时间到，好困啊哦，宝宝嘛忝啊，想要安安困啊哦。萱萱，萱姐，哎，别是我，哪有好人看到我跟你当作伙，是不是太痛？阿乐，啊？阿凤啊，你提这两礼拜也是要怎查？我特别用我这届查一仔肉体的代志，去业界查厂了。伊若是有材料，就把我的衫脱掉；啊，若无，我做恁老个底。我的预料无唔对，应该是曹峰在查新闻，会来恭喜。我怎么去找杜神哥、曹峰算账？我袂帮你算。我的预料还是你无资格搁留伫遮。出去！你若要过，你就过。啊，你的爸爸都要回来啊！你想好是想好清楚，讲要怎开解说？小阿姨，你感觉我是什么款的人？你想怎要一直叫我小阿姨啊？全全安尼叫，我就缀伊叫啊。小阿姨，你莫误会。你敢有感觉对爸囝仔出去了后，就变啊怪怪？我就一直足烦恼，讲是不是因后雷卡着了啊？你换车换。阿丽，我就知道你无死。你今麦是精神还是你要做梦？你搁徛伫遐创啥？你回来啊！大嫂。大兄已经死了，哪有可能再来看你啦？哎，查理，你是要跟我讲是谁把你害死的？你紧跟我讲啊！小萱，我的好太太，时间到了，好困啊哦，宝宝嘛忝啊，想要安安困啊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